那么这个是刚才用冰箱拆出来的，可以看到冰箱拆出来的话比那种热拆的方法差别是很大的，它这个是很平整的。下一步把这个东西给拆出来，烫一下，好，接下来把这些胶来清理一下。上面好多胶，好，排线清理干净了。好，先来看一下位置，这一块是没用的，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对，它像有个对称性的，它排线有一个对称性，这一块也是不用去管它的，我们从这里开始对，它这里好像有个那个电池的一个符号一样，这里也是，所以现在来对。
那么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绿牌这里有三条线，有点不清晰了，可以看到三条线，这边也一样，还是有三条线的。那这边比较清晰一点，这边也有。那这边它是也有三条线，还有这个符号，像电池的符号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放在这里，一个黑色的小方块放在这里。放金属小方块，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那么现在来对面，那现在左边是最好的，这边金色的。最好一边后用棉签压住它，位置最好以后进行下压，140左右的压力进行下压。由于它这个排线过于长，所以要分两次来压，先压手。这个是没触摸的，现在继续来压触摸。切两小节，因为它的线位比较宽。可以看得到这边有很多的小线路，那么这一条条黑的就是要跟这种一条条金的，这一条条金的给它接在一起。然后这里有两个孔位，这里也有两个孔位，你把这个孔跟这两个孔叠在一起，然后再左右挪动。
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进行下压，同样道理也是140的压力下压。那这边可以看得到的话，一条橙色的，还一条金色的，可以看得到的，这是它下边的线路，证明已经对齐了。现在来做一下触摸，点亮。测试一下，好，功能显示都没问题。